台北市的400多位女童军今天在春季追踪旅行以后，集合在故宫博物院前面的草坪上，为怀念世界童军创始人贝森堡举行一项纪念会。来自各国中各小学的女童军和幼女童军团在纪念会中各自表演他们准备好的舞蹈和歌唱，表演完以后走到金箭乡为纪念贝登堡募集怀念日的基金，这笔捐款将送到世界童军总会推广慈善活动。